妈妈因为看到我的 vlog， 讲我轿车没有绑带，所以我现在要绑先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要干什么呢？现在呢，我就是要去做午餐呢。在午餐后呢，同个时间，因为我手上有一架华为 Mate 8， 华为 Mate 8， 这一架电话，我就需要做那个 hands on 的啦。所以呢，我就趁我哈出去外面吃东西，然后同个时间找一个美一点的地方就可以拍了。然后还有你哦，就回来。老实说，感觉非常的奇怪啦，因为上个星期呢都非常非常的忙，就一直跑来跑去，非常非常的累。然后现在一下子呢就安静下来。其实昨天吧，昨天我都没有拍孩子日记，因为我累积到非常多集的孩子日记，然后就分开放哦，放到我昨天根本不需要 vlog 啊，我就花整天时间在那边 edit 那个孩子日记。所以呢，其实我是 skip 了一天的啦， but 在我 YouTube 上还是有连续这样子每一天的放啦。还有就是呢，我把那个时间给弄乱掉了，假如你们有注意的话啦，就是那个 vlog 的时间是掉乱了的了。哇，一下子讲这样的东西啊，很久没有这样子了，我还是Oh, I better look for magic before it starts to feed. 之前呢，我跟阿姨他们有来过一次的，记得吗？尤其是阿姨的男朋友，虽然男朋友我们来这边吃，然后我来这边原因是因为你看到后面这边有一些很美的草，所以呢，我可以这样子放这个电话在那边，就可以拍到很美的东西出来。还有就是他们的桌子也是非常美，是那种这样子的，所以呢，我才选择来这边了。加上也很安静，所以没有人敢叫到我做东西。So not bad, not bad, 哈、huh? ，嗯，刚刚就在那边拍了这架电话了，然后啊，它的那个 fingerprint 啊 ，unlock 的非常非常的快嘞。less than 0.1秒，它就可以开到了。没有啦，没有0.1秒这样夸张啊。less than 一秒、哦，拿我的食物来哦，好像美味这样子哦。这里真的是没有 GST 的吗？竟然会有没有 GST 这样子的东西，第一次听哦。果然是没有 GST， 还有 service charge 啊，才吃9块钱罢了哦。不是那么喜欢人家约我在好像这些很塞车的时候。每次6点多啊、7点多啊、8点多啊这些时候呢，不好约我来 KL 了，很辛苦的、啊。你看前面是不是很塞车？你们看到吗？啊！听见那个城市的声音吗？车声、换乘人啊！其实塞车也完全不是坏事了哈，你可以停顿下来哈。看一看周围，望一望这个世界，不错嘛，那个感觉啊 ，think positive, my friend。你每天这样冲快快是没有，你都看不到啊，周围有什么美丽的东西，对不对？现在你就有机会哈、啊，停顿下来，慢慢走，慢慢看，好像散步样子啊，其实啊，你看我又看到那边有车那边，像华北西坐在罗莉那边的哦，华北西是吧？可以看到吗？So, 我终于来到了啦，非常非常的痛苦，现在呢就可以进了。可是好彩我 parking 那边很简单，因为我一进来就有车了，就有 parking 了，我就 park 下去了。我不明白有些人为了要靠近那个进口多一点的，选择去绕要找更好的 parking， 千万不要贪心哦，有位置就 park， 走一下不会死的 ，OK。Hello, girl. Hello. 我可以戴眼镜吗？拜拜。Hello. 我可以这样吗？喂，你先走先，你冷静啲喎。
刚刚那位讲广东话的呢，就是来自香港的啦，我们就听了一些东西。现在我不可以跟你们讲是什么先 ，but then 就 OK 了啦，我答应了啦，然后他们也 OK 了啦。然后现在呢，我就想要去找南摩了，本来要需要再姐姐的，可是不需要了，所以呢，现在我就去再不是再去找南摩。我不知道还 OK 没有嘞，我该 text 好不好？好像 OK 样子，所以呢，就去找南摩了。嗯So turn on every siren. Still you can hear me scream. 啊，你的衣服？可以啊，记得啊你。可以啊，剪了头发帅哦。你有帅啊。啊，那么讲拜拜。啊？拜拜。拜拜。OK， 搞定了啦。跟南梦咧，就是一个很好的坐下来听街，然后分享 idea 的，他 idea 非常多的，他一开口哦就是一个 kick 来哦，所以跟他聊天都是非常爽的一样东西啦。然后现在呢又要回家了啦，哎爽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又要驾远车啦，希望不要睡着。哇，我刚刚。两车撞，一个沙嘎，一个麦咪，一个飞去左边，一个飞去右边，那个距离大概有着几百米的，想真的很可惜，那个时候我没有相机拍不到，因为我已经经过了，反正真的飞到很远，问他们人有没有事啦，希望他们没有事哦。非常的累啊！我现在开始觉得一天24小时啊是不够用的嘞，对我来说，现在的我现在呢，希望我一天里面哦可以拥有更多时间来做我应该做的东西，然后还有更多的时间来给我做我喜欢做的东西。当然呢，我知道这一切的忙呢，也是为了铺好以后要走的路的啦哈。就好像 KC Neistat 我的偶像教会我们的啦，你需要奔跑，你才会往前冲。假如你选择慢慢走的话呢，到最后你会发觉怎么还在原地的呢？假如你选择要停顿下来呢，你就只会慢慢的往后退了，因为 society 会往前走，而你选择站着，你就会越来越在后面了啦。 So 不管再怎样忙都好嘞，是需要休息的啦。现在非常夜了的，是2点多一点了的啦，是吗？所以呢，我决定要在这边结束今天的孩子日记啦，人太累了，就是特别 active 一点啦。所以呢，我在这边结束今天的孩子日记啊，希望你们学到一些东西哈。还有就是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期的孩子日记啦。哎呀。It's not forever. It's not